各位乘客，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296N线。本班车将由康定花园开往坑口铁路站。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第一站是康定花园。The next stop is康定花园。下一站是康定花园。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，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，每一秒我害羞。下一站是一点点心动。The next stop is Green Lawn Estate。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、哦哦哦哦、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，融化我的心窝。你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像巧克力的诱惑，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、哦哦哦哦哦、你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默契好的没话说、哦哦、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。你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，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，每一秒我害羞，一点点心动。来站台，相关 A 号码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、哦哦哦哦哦，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，融化我的心窝。你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像巧克力的诱惑，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、哦哦哦哦哦哦、你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默契好的没话说、哦哦、只要你追求我就The next stop is Hanlon Bus Terminal. 下一站是宝林总站。你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像巧克力的诱惑，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。下一站是走好天心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默契好的没话说、哦哦、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。下一站是龙门澳将军澳游泳池。The next stop is 310 swimming pool, London Road. 下一站是玉龙路将军澳游泳池。The next stop is Quang Minh Court. 下一站是广明路。
残肢小孩及长者，并让助语有需要人士帮助合作。我知道多余什么不对，我知道曾经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知道多余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有有有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小兵我忘记了圣经，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，将军的微醺的方向分不清，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，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，那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，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，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。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将军最流行，他全身都冰冰，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，他满口 check out， 想叫他 get out， 我是个小兵，却得天之命，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 B C D，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，清楚我一点，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